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y。圣诞节同埋新年都过咗啦，屋企咧有好多唔同嘅装饰都会收埋喺床下底噶啦。早前我就睇咗条 YouTube 片咧，咁就教大家整一盏灯嘅。但系咧 YouTube 片嗰个咧就系一个嚟嘅，一个整个圆形球体嘅一个灯。今日要教大家整嘅系。材料都準備好曬咧，而家要開始做啦喎！做法非常之簡單，大家只要攞呢個杯啦，非常之尖頭嘅一個螺絲批。咁網上面咧用嘅方法係電鑽，但係咧屋企咧香港嘅家庭都應該冇咩人有細嘅電鑽噶啦。咁所以咧用個尖頭螺絲批，用你飲奶嘅力篤曬落去。窿之後出曬汗，咁跟住落嚟咧非常之簡單，只要將佢哋釘埋佢。咁釘咧係有少少技巧嘅，杯同杯之間咧係會有個窿嘅，咁所以釘書機係釘唔到嘅。咁所以咧你要將個釘書機咧有咁入，塞咁入，咁啊盡量可以將佢哋釘埋一齊。杯都钉好晒之后咧，大家就可以咧将啲灯插晒落啲窿度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将所有嘅胶杯啦都钉埋、黐埋、冚埋之后咧，就再将呢个嘅灯咧再怼埋入去之后咧，好啦，我哋要进行亮灯仪式睇下个效果啦。成功啊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